关先生，请问这也是大庙吗？拜拜的那个，我要找关先生。这也是大庙洗衣店，没有什么关先生，也没有什么拜拜。我会来到这里哈，是因为我手机里面有一个群组叫做天庭俱乐部啊，里面有一个关先生介绍我来的。请问关先生，这里没有关先生啊。有时候是爱到伤痕累累、面目全非，还是爱你爱到疯狂啊？你在说什么啊？你丈夫到底有没有外遇，就看社会大众怎么看。你就是一个盗用别人身份的骗子。我老婆不会做这种伤害人的事。我没感情的女朋友怎么会勾引其他男人呢？太太，你一定是搞错啦！骗人！你骗人！这不是西瓜刀，这是水果刀，好像这看起来也捅不死我啊，对不对？交出来给我！神仙姐姐，老妖，你到底在哪里呀、啊？你要干嘛？你不要过来！他把我妈妈抢劫，我妈妈里面这么多钱。我不知道你是征信社的，还是真的有特异功能。我就在想，你怎么可能对网络诈骗的手法那么熟悉？那不是我的手机、啊，那你就是始作俑者。请你滚回南部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哎，你们都没有事。只要我碰到别人身上穿的衣服，我就可以看到对方以前发生过的一些事情。要用钱是够了，我拢钱大手脚。你有这个心就很好了。哎，不要，正好我有事跟你说、啊。只要你坚持下去，你所相信的东西就一定会成真。我知道为什么会来这里了啦。喂，哎，你怎么边走边吃啊？方便吗？